明星开麦啦！我讲实在哦，刚刚看到透打就是本人素颜的样子啊，其实还是算可爱啦。对，你有什么资格多想一秒钟？还是这个，起码就是俏皮俏皮呢。啊，对，然后就是脸圆圆的，还蛮可爱的，是一般大学生。对对，那所以刚刚讲的可塑性非常高，你看塑的这么好。对，真的。这个我看这张照片实在是，真是啊，留下了永恒的回忆，就是这一张啊，好不好？两位心理压力非常之大吧？其实有一点的，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各赢一场，那如果今天万一有人输，任何一方输的话，就连二嘞，连三就要就再见，连二就听牌，连二听牌，哎呦喂，而且是一进听哦，一进听，对，就等那一次而已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救急队的 VCR。我们专门帮那个在海滩边的这个美眉呢，从素人变艺人，把你变成美美的，专业的美妆团队在现场帮你改造。不要相信那个骗子，你们两个才是诈骗集团的，不要相信他，你们才诈骗集团的，你答应他，他会跟你收60000，去买你们的啦。好，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要找到非常棒的素人，然后呢，帮你改造，然后变成漂亮漂亮。于是就取演员很快的保留了第一位人选刘瑜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飞行伞我知道，红色的是男生用比较大张，黄色是小女生用比较小张。对，我觉得我好烫，好烫，很臭，好烫。我要抓飞行伞要改造。同学。就是你，我们是没还好吗？我们从那个帐篷里面有看到，你看镜头，你看这么远，我从山的那边飞下，我来堵你，大声告诉全国观众朋友，牙套还有多久才要拔？到年底。郭小姐，年底就要跟牙套说拜拜了，所以今天要答应我们变成我们的这个PK 美眉之一，好不好 ？OK 的。费尽千辛万苦才追上了第二位保留人选，从天而降的美眉，保留了第二位女孩之后，就举又陆续的保留了第三、第四、五位人选，口袋名单持续增加中。嗨，四位你们好，我们是明星开麦啦。我们有最专业的团队，最专业的摄影师跟最专业的化妆师来改造你们。男同学都说 OK 了，来，男同学你们自己说。我觉得我们比较需要改造。三位男同学，你们自己讲，这四位里面哪一位最有潜力，改造起来会最漂亮？比如说，就你了，来。好，来，不负众望。最后决定呢，就是这位被同门拱出来，长得像潘越云的林心雅 Elma， 有没有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这位女生看起来有一位前辈的感觉。哪一位？潘越云小姐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刚刚讲你就先讲了，什么意思？我要讲潘越云。你要讲好，那你再给你讲一次好不好？你说，对对对，所以刚刚前面都要卡掉。对对，那你就像那，好，我们假装没有在听你讲。对对对，这个女生，我觉得她长得很像一个明星。谁？潘越云。哦，潘越云，她嫁给一个姓潘的，所以叫潘越云。我还灌出，对不对？哇 ，double 灌，姓潘的嫁给姓潘的，就那么一句台词也讲得2266，真的又要 game 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一位哈，赢面很大，为什么？比智贤他们那一对找的还要普罗大众。这种啊，我讲实在的，这种算是他刚才找的那种，算是普罗大众界的低消。这个是连低消都没有满。对对对，如果把它画成开喜婆婆，我们就认输了。哎，比较好啊，不是变装就美丽一瞬间，美丽，完成人家的梦想。是哦，对，好的，那这一位叫做是，对。这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叫做 Elma， 对 Elma， 但是我们在现场都一直叫她阿潘姐，阿潘姐，对，然后她自己也叫啊，那我是阿潘姐。到底阿潘姐今天敢不敢来到现场面对她的美照呢？欢迎 Elma。
自我介绍一下。在哪里服务？在上班啊。哎呦，上班。废话。那可以哪一行业的？可以今天为我们普罗大众带来《情字这条路》这首歌吗？哦，我不会唱。哎，没关系，阿潘姐，忘词了，忘词，忘词啊。上班族就对了啦，上班好不好？那天怎么会去这个地方遇到这两个直销的人员？是他在卖那个什么固乐沙米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准备要下海啊，然后下海。在重点，重哦，真的，何必这样？趁暑假家里有困难哦，趁暑假捞一笔哦。没有，我就是要换衣服，怎么要就是下水？穿完下哎，穿完下，别让我们哦，对对对，要换衣服嘛，对，然后就被突然冲进来这样子啊，被冲进吓一跳。刚开始他其实哦，就是很挣扎，是对他害羞，然后就觉得不好意思啊。结果他所有的同学们全部千夫所指，一直 push 他，就是他，对，人缘很不好哈。对啊，什么？我们是他们是这个众望所归，要来请他出来完成美丽一瞬间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看到你的潜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期待。那今天呢？希望看到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？性感吧。哎呦，自己讲。我们要请你们就战斗位置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这张美照了。好，来，请就位，往前。哇哦，来，来，站好啊。好的，三二一之后，三位请45度角的回头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45度，可以吗？45度。哎呀妈，你现在心中有什么样的感想？很期待，很期待。我们也很期待，因为今天要是我赢了，林志贤就丑恶了。对，我们就听牌，把他干掉，把他干掉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就先来眯一下牌。哟。哇，才沙滩比基尼，真的是比基尼啊！而且我跟你讲，它配上它的那个冲浪板，然后浮在那个沙滩上，比这个在一堆不知道什么烂泥里面，我跟你讲，那个 view 好很多哦。所以我们胜算几率很大。摄影师进来捏一下牌，有请志贤哥。我跟你讲，你糗大了。对，要看过才知道啦啊。哇塞，那个光就赢了。海边，你看，光那个感觉就 feel 就赢了啊！停。后面我们摄影师应该是为了自己的私欲，对，留了那么久。谢谢。我们要展开这难忘的一刻了。Emma 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三、二。大战菜市场，实力不相伯仲。今天这两个人真的有得跨，因为他看起来很像蔡奇亚，有没有？但是改造完 supermarket， 哎，变成 supermodel 哦。那我们这边本来是蝴蝶秀姐姐，是改造完之后变蝴蝶姐姐哦。开那双电眼，就整个台湾停电一个月，光看他的眼睛可以供电一个月。哇，谢谢。他跟我发电厂，你把他讲的好像阿凡达。对。